嗨，宝宝你好。哎，别害怕啊，我是一个那个一个 YY 的一个户外主播。今天我们在做一个街头节目，就是有一个话题啊，就是说需要你跟我互动一下，好不好？然后那个你是我们重庆的妹子吗？对。我看你，我感觉你性格特别的大方。知道主播这个行业吗？不知道。知道。知道是吧？那身边有没有闺蜜的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没有是吧？就是说知道这个，你有看过这个直播吗？没有是吧？然后那个这个是一个现场互动的一个节目，今天我们在聊一个话题，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说就是那个叫做有纹身的人。嗯。有纹身你怎么看待？就很正常呀。也很正常是吧？这是选择吗？还是有很多那个老年人，或者是就是什么思想相对而言比较保守的人，他就是不能接受，就是说有纹身的男生或者女生。我还有满背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说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正常呀，因为是自己的选择嘛。他是一个属于那个叫做什么来着，就是一种个人的信仰还是什么？没有啊，就是你喜欢染头发，你为什么要染头发？哦，那也是有道理啊。然后你能给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吗？这个刚才我看到你的纹身特别好奇，这个纹的是什么吗？这是骷髅呀。骷髅吗？好酷的样子。这是那个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3D 纹身吗？不是，我很多年前纹的。很多年前是吧？很多年前纹的。然后你身上都纹了几个呢？就两个。两个，一个就是在背上。对。背上纹的那个是个什么呢？满背。嗯。一个龙。龙。我小姑娘就是说，宝宝今年应该那个什么不是很大吧？对，不大。19岁。25。25，真没看出来。我感觉你只有19岁，就是后面纹了整个一条背上全是纹，是吧？就是那你为什么会想着，就是说一般女孩不是喜欢纹那个叫做什么花啊、什么花盆啊，或者是等等，为什么你会想着就是说这个纹个骷髅，这个纹个龙呢？搭配起来很好看呀。很好看。风格都是一样的嘛。但是你又看不到，你又看不到怎么办？我啊。你又看不到，那怎么办？拍照就可以看了呀。拍照可以看是吧？那你的男朋友会不会就是多多少少有点排斥呢？不会啊，他出钱让我纹的。哦，我的天哪！我的生日礼物。哦，就是说那个你背上这条大青龙，就是那个什么，你男朋友花的钱帮你纹的。对。这条龙纹成多少钱呢？我们在法国纹的，然后法国，人民币算下来4万块钱左右。3万多，4万。你手机里面有照片吗？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你要说实话，我都特别好奇了。4万块钱，纹的纹身应该是什么样？我觉得应该不错啊。这样。哇哦。就是一直到这。哇塞，好酷哎！等会儿，兄弟们想不想看一下？怎么看得到他们呀？哎，你没看到屏幕里面就能看到他们？看到了吗？我的天哪，好酷哎！我的天哪。厉害了啊！这个不能拉得太近，待会儿我怕违规啊！哇，酷毙了，真是酷毙了！这个大概纹了多久呢？我纹了有一共前前后后一共26个小时。26个小时，这个好累的呀！啊，哇，这张照片好酷啊！真的，谢谢。而且这个要是把那个这张照片拿来做那个什么手机的屏保，绝对是酷毙了，谢谢。真的。然后我觉得你疼不疼啊？看纹身的部位，主要是看纹身的话是看自己。看每个人的就是敏感程度不一样，敏感程度啊。像我纹这里的时候，我就一点也不痛。啊。然后纹背上的时候痛。他好像那个对背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在那个背上的这个的臀部。那这个就腰这点能给我看一下吗？一直到臀部这个位置是吧？腰给我看一下。哇，这个像个真龙哎！我天哪，就看腰这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哇，让我自己看一下，他们不看了啊，我看一下。哇，这个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一直到屁股这下面这块是吧？对。总共26个小时，你是分成几段？分成几段开始？我分了有4次5次吧。4到5次，就是每一次就是大概3到4个小时。对，应该是4个小时到5个小时。这样的话，那个纹身师一般来说就是你在英哎是美国是？我在法国纹。法国那个纹身师一般是你觉得是男纹身师牛逼的，还是女纹身师呢？这个我觉得都差不多，因为主要是看纹身师自己的技术，还有他自己的修养。哦，当时你那个纹身师是男的还是女的？是个男生。那是个男生。哦，然后那个他在纹的时候，你男朋友有没有在旁边？在呀。你会不会当时就觉得就是哦，对的，纹要纹在屁股下面，就是哦要脱裤子下去呢？有没有多多少少略微有点羞涩？没有呀。一点没有羞涩。没有啊。嗯。哦，我就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就是说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就是说对这个
就是不像我们国内的有些女生一样，就是就哦讨厌了呢，这个话题又不能聊，那个话题又不能聊，或者啊这个地方不能给你看，那个地方不能给你看。其实，在国外有时候你看的，就是很多女孩在国内也这样呀，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接受不了。很多女孩穿着丁字裤在大街在那个海滩上走，这很正常啊，对不对？这是一种性感的表现，对不对？啊，这个美和那个什么呢？就是说性感和那个叫做色情是绝对有区别的，对吧？对，你走的绝对是性感型的路线。我不是啊，我是走的就是休闲风。哎，但是有一点，我能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吗？如果你就是在游泳池去公共游泳池去游泳的时候，你穿的这一身会不会把别人那些女孩就觉得会有异样的眼光来投过来看着你？